这是回音函的大佬账号，这边一躲嘛，然后就先标地图，拉长，这边一躲嘛，拉兔子，叫我杀瓜牛那些还好说，你叫我捡雷曼好像也还好说，这边一躲嘛。 然后这边再飞上去，可以躲。对，通常会有人挂那个蜂蜜，那个蜂蜜啊，都不挂蜂蜜的啦。因为我觉得不是用游戏内的东西来挂都怪怪的，对不对？除了立方嘛，除了立方嘛，这边有三朵，这边是大钟。 他这边捡完就要回去了，天！刚好有跑，我有跑才记得啊。哎，我机械手臂我不知道哎，现在机械手臂有什么特殊效果？还有比较长吗？没有啊，骗我，没有比较长，这边有一朵。 然后这边这一朵捡完之后呢，就可以往 Mega擂台走，这边过河就可以抓，然后这边有一朵。 再上去了。现阶段推荐冰弓，等未来不破效度之后，你身上如果有三把冰属性的武器的话，推荐你用那个福利加的。对啊，你如果你身上还很杂，什么二冰一火、二冰一雷，那你就先用冰弓的。 啊，如果你未来三兵之后呢，就用福利加的，啊，因为现在不推荐用福利加的嘛，因为你不可能三兵啊。如果你有练什么兵大件，好，我服你，我服你。对啊，现在是休闲期啊，在等2.0，很休闲哦，也好啦，跟你讲，说实在也好，活动出太快很累啊。晚安呢，晚上好哦。 这边呢，这边还有一朵，上去还有一，上去这里好像没了。对啊，我记得。然后上去这边，不可以说三毛很快，可以说三，不能说男人很快。通常我捡完这边之后就不捡了。 这样子的话，总共会有一朵、两朵、三朵、四朵、五朵、六朵、七朵、八朵、九朵、十朵、11、12、13、13朵。目前来讲是这样子，目前没有兵队主期嘛？科罗要隐藏任务吗？有哦，有隐藏任务哦，有哦。 你要理解一件事情。 福利加现在猛没有错，是因为现在没有其他适合武器出来，知道吗？你要理解这件事情啊，福利加现在猛是一时之间的，你知道吗？要其他适合武器出来，当然没人比较啊。镰刀零星，双刀一星，要选什么镰刀啊？如果你连冰弓都没有的话，就选镰刀吧。 过蹲一星体感对你而言会更好哦。你说你太啊、哦，现在舒服才会想继续玩嘛。嗯，好啦，也是哈，也是哈，一只抽二件套，可以呀、啊。 是不是起明星三星就不用练冰弓了？我老实讲啊，奈美双枪是不用练冰弓的，但是未来奈美配一只白月葵，就是破盾的雷属角色，还是会有冰弓的。
当然、啊、前提之下是你如果没有前练什么马克啊其他增伤的，那你只用兵工会比较好啊。如果你是有钱的那一种，那就是白马奈马，对，白月葵马克加上奈美、啊、白马奈啊，经典组合。对啊，早抽早享受啊。活的世界道有必要吗？课长必要，不课长建议不要，太不通用了。所谓的必要，这指什么？不破效，很明确的，不破效对于兵队来讲是必要的。所以我建议你现在可以囤起来抽不破效的意志，经费有限的可以这样多做参考，多做参考。对呀、啊，那兵队，兵队的破盾能力在那边25%很好，伤害真的平平，伤害真的平平，因为他的是打爆炸型伤害，打爆炸型伤害他没有不破效帮忙，打不太出爆。啊，我不应该来161吗？刚刚忘记我是在哪一个区间，虽然这是回音环，回音环应该是没有人在解西兰花吧。这下异星是基础的啊，异星就可以用啦、啊。对啊，乌克仔投资兵工的相对的比会比较好，会比较好一点。火队不会蹲到脚吗？哎，宇宙心肠啊，各位，为什么我会说宇宙心肠？你看看刚刚主播抽的怎样？360抽，哎，只有四星而已哦。请问你无氪玩家，你可以囤到360抽吗？对不对？你就宇宙心肠讲一下。不要说自己很欧洲啊，我跟你讲，没有天天欧洲天天过年的。你这边非洲代表说你另一个地方就会欧洲，所以你只是把抽卡的阳寿用到别的地方去而已，让生活这种。